我们来欣赏一场充满了博弈点还有这个看点的对决啊，来自自信打老秦头秦红，一个是80后啊，一个是00后。葵花，哎，这波跳低破掉了对手的连续压制，再葵花，这波太慢了哈，应该是想要过去百合折之类的哈，升龙打掉，再葵花放倒，好，这下要晕了啊！青红虽老哈，实力还是在的。好，刚吸地，这是想跑抓，再抢空。刚倒在地，好招啊！好多虚晃的动作啊！这个重拳，然后接轻拳，然后抓，又是一个延迟抓。西里莫里多再发一个不可防御波，还中了，哦，帅呀！好，大门上来了，两个资源。漂亮，骗得不错。哦呀，下也点得很及时。好，头上佛。哦呵，这波老秦头怎么回事？没有防好，是自己想多了吗？直接拉后防，他怕被强转呢，这是。好，大门上来，大猪上来。好，头上佛，远了一点。好，刚好哦，来一脚给他，踢一脚，漂亮，假招，闪身躲开没用，好，头上佛，这么一点血，好，赌中来，哎，暴气只能这么来干死他了哈。再不出手可是没机会了呀，除非你能铺地啊，破掉这个阵。又是一脚，好，贴身，我去，可以啊，贴身刚好呢是一个战逼，接蓝之山，再来，哦呀，又赌中一个阵，牛批啊，好，关注修修不易走丢。